家好，我们是 SH48DN2。 那么我们今天 MC 的话题呢，就是形容一位成员，拿一个动漫的形象形容一位成员。那么就从第一位小伙伴开始吧。我想一下哦，现场来一个赵月像什么？只要把头去跳，我觉得他下半身挺像索尼子的。他加上头，你为何要把头去掉？因为你的上半身比较像索隆。嗯，索隆。想变月亮一直叫着大家，大家好，我是赵月，也是会长。会长，谢谢。然后我如果觉得的话，我觉得那个罗兰他长得有点像李小龙。然后没有，我刚刚在后台说的时候，然后我想，我说罗兰像谁啊？罗兰说要把我想到一个那种很可爱的，比如说像雏田啊，或什么样子的。然后他还威胁我说让我说他长得像雏田。喂，你以为你长得像那个谁鸣人是吧？我觉得你长得像纲手。那这样就不用把头去掉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两个人，我跟你不是朋友，就这样子。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漫画叫娜娜？看过。然后觉得娜娜的性格其实有点像奈奈。哦，有一点，因为那个奈奈非常的心灵手巧。对，我觉得小菊比较像海贼王里的女帝。哪里像了？不管是身高，我知道你说的是哪方面。虽然身材上差距有点大，然后但是我觉得性格还是蛮像的。应该说只有头像吧，把它拆开，然后把头安在他的身上。那么就这样啦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就请后面小伙伴来说说他们想法。我觉得那个唐安琪和赵月他们两个比较像东京食尸鬼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舌尖上的东京嘛，然后他们两个就天天晚上就饿了，然后他们天天晚上饿，然后饿的昨天已经超过12点了，我跟兰兰已经睡觉了，然后跑来敲门要打开我们冰箱找东西吃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你们两个真的就是吃货，大吃货。明明不是兰兰每天来我们房间搜刮我们房间的两大箱，你没发现我很久已经不去你们宿舍了？好吧，因为我们房间只剩巧克力和曲奇，我们已经无从下口。对，因为就是他们两个比较喜欢吃辣的嘛，然后那些曲奇啊巧克力啊就会留到最后，然后我口味也是比较就偏辣一点的，然后甜的什么的就也不怎么吃，然后现在我已经不去他们宿舍了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天使见习唐安琪降临剧场来见你。大家好，我是评分组的唐安琪。谢谢。因为有一个网球王子那个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叫神奇宝贝，也就是宠物小精灵的动画？那真不巧，那我说的你们都听不懂了，那我就一个人自己说了。我觉得嘛，兰兰比较像宠物小精灵里面的杰尼龟，因为比较圆，身材也像，然后眼睛比较大，比较可爱。然后小四呢，像里面的小火龙，他被去扎一个辫子的时候，哎，我怎么也是花仙子秀，好不好？然后等一下，花仙子秀是数码宝贝的。数码宝贝的。哦，不对，看串了，应该数码宝贝，不好意思，数码宝贝那是。然后我觉得婷婷嘛，像那个可达鸭。因为可达鸭很傻嘛，但
就喜欢傻笑，然后他把他的鸭嘴就这样摸着，特别像，跟现在这样子也特别像，就是和大家不高兴的时候。然后娜娜，因为娜娜经常说话嘛，特别像里面那个喵喵，就经常很吵。然后孟燕芬和何小玉两个人像双带瓦斯。小的，因为他俩经常在我们面前吵架，然后他俩皱着眉头，就很像那个我死我死。我突然心里平衡了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但我觉得还差一个五脏跟小四郎。五脏吧，差一个小四郎，差一个发卡是地鼠。地鼠，地鼠，三地鼠，三发卡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。我觉得赵月的话，如果单看性格，她很像樱木花道。对，没错。对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发卡给广东写的一个人设，就是体育系的热血笨蛋，特别符合他，就是那种肌肉发达但是又很热血，很爱帮助别人，可是脑子有点笨。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我们去剧组的时候有一集，就是我们打开门一起走进去，要欢快一点，导演要求是欢快一点，所以我们是这样的，他一个人刀手。然后导演就说，你以为你是樱木花道啊，刀手跑，说你去抢球了，你刀手。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特别像那种热血笨蛋的形象。然后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的 MC 内容是，如果世界末日要到了的话，我们会选择要什么样的超能力？穿越。什么？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伙伴们。能不能让我说完嘛？好。那么安琪呢？我的话，我想学几个术，一个是多重影分身之术，这样就可以。没什么用啊。那真的有用啊。如果说我要出去找水，没有水的话，多重影分身啊，大家都分好几个我出去一起找水。可是他不是说世界末日，世界末日会是啊，世界末日是会死，所以要找水啊，要生存下来。可是世界没了，然后我要学会那个什么绘图转生啊，如果大家死了的话，我把大家绘图转生出来。比如说有赵月的头发，把赵月转生出来。什么？我？对。对。高手有什么想法？对啊。啊，想法？我觉得我可以拯救世界吧。怎么拯救？用你的怪力吗？对，用怪力拯救世界。好伟大！确认自己是高手了，就这样。就这样。别这样。云子，为什么你们房间经常开着灯不关呢？我昨天去他们房间找他们两个聊天，然后聊到最后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以后就让娜娜到我房间来就好了，那就不用再开灯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提到世界末日就提到我这个梗了？不太对啊，世界末日你挺有用的耶，就没电啊，没电你挺有用的。太阳能，有光我们就能生活了，植物就能进行光合作用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这个高额头在干嘛？你忘了你的额头吗？你忘了你的额头吗？我们两个在发电，我们两个在发电，在一起太阳能发电。你们两个在通电吧，你们俩在发电。那么，来展示一下你这种超人类的这种。那宝，你不知道，他的发胶你不能这样害他。那宝，只有神才有这个技能，因为神说要有光。你是不是有了光？来吧，那宝，来吧。哎，我发现我们团真的是大家人才济济啊，这种环保型选手也出现在了我们团上。你早生个多什么多一段时间，爱迪生就不用发明电灯泡了。不行，哎，我们穿越每个人都这样子白眼吗？那每个人家里都有个娜娜。对，每个人都有个娜娜。我们带着娜娜穿越回爱迪生之前，然后我们就发明了世界上最厉害的电灯泡，对，一个人照亮全世界。给我来十个，我要十个。安琪，你安琪会语分身，语分身的话就很多的话，就没有娜娜，你的那个面积比较大。没有，就是分多少瓦的。对。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
我也不知道这两个人莫名其妙来这样浪费大家的时间，真的是。世界末日要到了的话，我们会选择要什么样的超能力？穿越。啊？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伙伴们。我并不想跟你回去好吗？来，宝贝，要有什么超能力？我现在被气得完全不知道想说什么了。说嘛说嘛，想获得什么样的超能力？想获得把人瞬间就变没有。那么安琪呢？我的话，我想学几个术，一个是多重影分身之术，这样就可以。没什么用啊？有用啊！如果说我要出去找水，没有水的话，多重影分身啊，大家都分好几个我出去一起找水。可是他不是说世界末日？世界末日会是啊，世界末日社会死，所以要找水啊，要生存下来。可是世界没了，然后我要学会那个什么绘图转生啊，如果大家死了的话。我把大家绘图转生出来，比如说有赵月的头发，把赵月转生出来。什么？我？对，对。高手有什么想法？对啊。啊？想法？我觉得我可以拯救世界吧。怎么拯救？用你的怪力吗？对，用怪力拯救世界。好伟大！确认自己是高手了，就这样。不不不，就这样了。别这样。我觉得今天既然业余非常高深的把这个一个非常普通的 MC 话题带上了一个高度呢，因为我还是很爱这个地球的。那云子，为什么你们房间经常开着灯不关呢？家不仅是灯，还有空调，还有空调。我昨天去他们房间找他们两个聊天，然后聊到最后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以后就让娜娜到我房间来就好了，那就不用再开灯了。为什么提到世界末日就提到我这个梗了？不太对啊，世界末日你挺有用的耶，就没电啊，没电你挺有用的。太阳能，有光我们就能生活了，植物就能进行光合作用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这个高额头在干嘛？关系就是你忘了你的额头。早生个多什么多一段时间，爱迪生就不用发明电灯泡了。不行，哎，我们穿越每个人都送你个白眼吗？那每个人家里都有个娜娜。对，每个人我们送电灯泡娜娜。我们带着娜宝穿越回爱迪生之前，然后我们就发明了世界上最厉害的电灯泡，一个人照亮全世界。给我来十个，我要十个。安琪，你完全会影分身，没有影分身就很多的话，就没有娜娜你的漏面积比较大，没有就是分多少瓦的。对，其实我想就是想问一下大家，就是世界末日嘛，有没有想要说去一下二次元呢？这一家爱本来就生存在二次元，怎么办？你这个不是发卡吗？发卡是生活在黑暗之中哦。所以那上面全是发卡吗？嗨，卡宝，所以怪不得从来没看到发卡跟娜娜出现在同一个 MC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，就是我突然间，我觉得你既然能够拯救世界的话，你也稍微拯救一下卡宝嘛，他不太有救，他之前欠我一顿火锅，那我想既然他是个富婆的话，那可以请我们这一整个 MC 的人都吃一顿。耶！我要做你的小白脸。所以说佳爱是富婆咯？完全没有理我，我说我是你的小白脸，你走开。那佳爱是富婆的话，那刚好啊，世界末日可以，他可以仗义说什么诺亚方舟船载我们去太空。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诺亚方舟到底开去哪里了。开去好深奥。去哪里？开去北漂吗？去伟大航路，新世界。好吧，那我中二了这么久，也要回到高端的世界了。那么，请去我们后面的小伙伴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九朵，哎，对，哦，那个，今天有一个生日祝福 ，ID 是
燃燃，然后打个灯呗，亮一点。还以为说他把是个美女，是个漂亮，是个美女，有没有？对，是个美女。对，这位歌声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希望你以后越来越美。然后记住你的那个，还可以越来越高的。然后记住你的诺言，你不是说你要跳小苹果吗？我一定要看。赵月唱起来，赵月给个调，唱起来，月台给个调，你就2、7、8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算了，饶人家一命。好啦，不要人家生日的时候为难人家。就是祝福呢，你要祝福呢。哎，没有没有，那么萌的孩子怎么能说？等一下，还有一个。赵月是不是你这记性？没有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外地经常不能来的红绳。那个其实就是说，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嘛，然后能一起聚集在一起为我应援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然后就感觉都像一家人一样。然后希望以后你们能继续支持我，然后希望我能看到这个大家庭就是越来越壮大，对吧？这样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没话说了吧？等一下，我还有。没了吗？还有吗？还有？还有吗？轮流。一个人在这儿说吧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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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一个人说，拜拜。